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94页，倒数第四行最后一个字看起，最后一个字看起。又龙树大师云：“以信佛因缘，愿生净土，齐心立德，修诸行业，佛念力故，即便往生。”以佛力住持，即如大乘正定居。正定居者，即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。这是第29页注正定句，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600年出生在印度。这位菩萨神通道理羞耻都不可思议。在中国呢，中国有大乘8个宗派，8个宗派都认他为祖师，所以他唯一的8宗共祖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对大乘的影响，对中国佛法的影响。经典里面记载，这释迦牟尼佛受记的啊，佛灭后600年，有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。华严经是他传来的，啊，他被大龙菩萨接引到龙宫，参观释迦牟尼佛出尘道的时候，27日中所说的《大方光佛华严经》。那么这部经是大龙菩萨收藏在龙宫里面，这一般人见不到的。啊，龙树菩萨是绝顶聪明，啊，他是初地菩萨。啊，这个初地应该是别教，别教菩初地呢，就等于原教初住，啊，发心住的菩萨，发身大士啊！啊，传说当中，他是用3个月的时间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完全通达。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相信，为什么呢？只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有这个能力啊！见性，一切法不离自性啊，所以见性的人不需要学习，他看到就明白了，听到就明白了，一接触了就全通达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求学的方式
东方确实有它的特色。啊，东方人不注重啊广修多闻，不重视这个，重视开悟。佛教到中国来了，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传到中国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啊，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几乎都遵守佛法的这个戒定慧三学。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开慧是教育终极的目标。啊，这个开慧不是普通智慧，是大彻大悟，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儒跟道也都用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但是没有达到啊像大乘这么高的标准。啊，可是儒道开悟也能通达一部分。啊，就是不能够彻底通达。啊，可见的三学是非常神奇。不可思议啊！那么西方没有这种概念，没有这种方法啊。西方一个是广修多闻，一个也是一门深入，但是它不是用定，它是用第六意识啊，用思考。专一思考也是属于禅定，这禅定不究竟，这个禅定不能见性，像此地讲的这个三居，它不是正定居啊，正定居是什么？一定会明心见性啊，修定不能见性的叫邪定居，不叫正定居啊。譬如佛家常讲的四禅八定啊，在此地讲呢，四禅八定是邪定局，为什么它不能见性？它能帮助人超越六道轮回，升到四圣法界、声闻界，没见性。啊，见性呢，决定离开十法界了，不在十法界里。他升到啊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土也叫做一真法界。啊，那是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六道轮回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六道是有为法，所谓有为，就是有生有灭，有念头生灭，这就叫有为。那么十法界呢，也是有为法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啊，他没有离开阿赖耶，阿赖耶就是有为法，有生有灭。啊，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啊，他们所观察得到的结论跟阿赖耶的三细相完全相同。
啊，那么这是科学证实了佛法，佛法里面有高等科学。啊，所以入正定居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龙树菩萨在此地说的，这我们应该相信。以幸福的因缘，这个心真心，换一句话说，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真相信他，一点怀疑没有。啊，这桩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非常之难。啊，难在哪里呢？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为什么难信？离太深了。佛的境界啊，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，念佛往生这个道理，就为佛与佛了，方能究竟。只有诸佛如来，他才真正彻底通达明了。啊，等觉菩萨以下都没有办法达到究竟明了。他们明了，明了是含糊，没有彻底。啊，那么听到能信，这个善根福德不可思议。啊，经上有说，啊，文明就能真信真正发愿念佛求生，这些人皆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啊，这一次有这个缘听到阿弥陀佛，就生欢喜心，就不怀疑，是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。啊，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只知道这一世，过去是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可是现在外国有一种方法，催眠，用催眠的方法让人知道过去一世、两世、三世，啊，应该十几二十世是很容易。回忆的催眠，他不是回忆，他回去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灵魂呢，他回到过去时，回到在过去时。我们看到有个例子，他能回到八十几世之前，这很少，非常之少，四千多年。问他住在什么地方？住洞穴里头。啊，四千多年前。啊，那么这个方法实在透露了啊，人有过去时，不是没有过去。那有过去，当然就有未来。啊，所以说明一个事实真相，人并没有死。啊，死只是身体，身体有生死。我没有死，没有生死。啊，我要有生死，怎么能回忆到过去一生二生？
啊，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。这个事实真相你要是真懂了，你能接受了，你会很安慰啊。原来我们不死，每个人都没有生死。啊，楞严经上，我是溺亡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啊，也是这么一个问题。释迦牟尼佛用见性来做比喻。啊，他问大王，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恒河的水？啊，他们住在恒河流域，常常用恒河来做比喻。他说三岁。啊，他母亲带他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拜神，经过恒河，知道那是恒河水。佛就说的，你13岁的时候，比起3岁呢，是不是老化了？是的。那你见恒河水那个见有没有变化了？没有变化。啊，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。佛问他，你今年多大年岁？62岁。62岁身体跟小时候身体不一样，老了，衰了。你见恒河水那个见有没有产生变化？没有。佛就说了，没有变化的是你真正的自己，会变化的不是啊。会变化的有生灭了，见性没有生灭。没有生灭是真的自己，有生灭不是的。他从这里明白了，非常欢喜，哦，知道自己。啊，外国宗教说永生，自己永生的。原来生灭是身体，身体不是自己。啊，这就很开心了。啊，去学佛。这一点知识一定要有。啊，有了这个概念，你这个大无畏的精神就出来了。你什么也不在乎，什么也不会害怕了。啊，知道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现象全是假的。佛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灵性是真的，它不是物质啊，但它常常呢寄托在物质当中。这个肉身是个物质，寄托在这个物质现象当中啊，就像我们把人比喻作灵性。我们穿的衣服就是身体，我们寄托在衣服，这是衣服可以旧了可以脱掉换一件啊，我们的身体永远不变。现在晓得身体也像衣服一样，灵性在这个里头，灵性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。啊，我们的灵性跟诸佛如来是一样的。
啊，学佛人如果不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那就白学了。你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你有苦受啊，没有乐受啊，你有忧患啊，这就活得很辛苦啊。你不知道那是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啊，真假都认识清楚了，忧患意识就丢掉了啊，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清净，非常快乐，充满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，这真正是佛。佛法对于我们像经上讲的，会以真舍之力啊，带给我们真正的利益了啊，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不受世间的干扰，不受世间的影响啊。怎么样才能不受呢？明白就不受了，不明白迷在里头，你就接受了，全是错误的概念呢。啊，那就很辛苦啊。譬如做梦，你要发现你在做梦，梦里头有个老虎要吃你，你很欢喜。我也学释迦牟尼佛，舍身为虎。为什么？知道是梦吗？啊，梦里就不知道是梦了，老被老虎吓死了，吓了一身冷汗了。醒过来之后是一场梦，后悔。哎呀，其实梦为什么不为老虎呢？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啊，不再做糊涂人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佛法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，无过于世人。啊，所以这个信佛很重要啊。有怀疑，那就再深入经藏。深入不是说要你看很多啊，当然多看一点也有帮助，那是次要的，不是主要的。主要是一门深入，是叫你得定啊，每一天我就读一部经，我就想这经上的这些事情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不想心里事情，他就会胡思乱想。哎，用想经想佛，把那个乱想啊、杂念呢 啊换过来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把幻想妄念打掉了，心就定了。所以这是一种修定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定是厚厚薄薄的，是佛法讲的禅定。为什么呢？它有止有观。啊，所有妄念打掉了，这是止，这就是定。哎，这个境界，经上的这境界慢慢浮现出来，这是观。所以它不是死定。如果只有定，里头没有观，那叫无想定，错了。无想定的果报是四禅的无想定。佛称那个天叫外道天。
啊，他修错了。啊，那个定是个死定，不开慧，不开智慧。啊，佛的定的目的是要开智慧，这个定是得到了，永远不会开智慧。啊，这个错了。啊，佛法修学了，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开智慧，要大彻大悟，要明心见性。啊，这念生净土，对我们来讲呢，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晓得，业障太重。烦恼太多啊，烦恼不能破，业障不能消，我们想断烦恼消业障，事实上做不到啊，那就不如老老实实接受释迦弥陀的教诲，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，生到净土烦恼就断了，业障就消了，这个道理不好懂，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？啊，其实这些道理佛在经上常说，我们也听得耳熟。可是啊，真的没有听懂啊！听懂就觉悟了。这一句话佛常讲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诸法实相，宇宙之间一切现象的真实相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此界，没有他方。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佛菩萨讲的那个这四是真相啊，时间空间都没有。也就是时间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就在当下。那空间呢？没有设防，没有缘尽，就在当初。当下当初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念，就是这一念。这一念迷，六道十法界出现。一念觉呢，一真法界出现，都在一念呢。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万德洪名，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念它有没有用，有用，不是没有用，一念它。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肯念、常念，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一旦缘一成熟了，就豁然大悟。那他真开悟不是假的。啊，什么功德呢？就是禅定的功德。你就念这一句佛号，你把你的妄想念掉了，
把你的业障念掉了，这就是功德了。啊，常常想着烦恼，烦恼就起来了；常常念着业障啊，业障就现前了。你为什么去想它？为什么去念它？习气，不念自然跑出来。习气嘛，啊，我们把习气换掉，换成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天到晚呢，只念阿弥陀佛，不念业障了，不念烦恼了。啊，这贪嗔痴慢别念它，啊，七情五欲也别念它，啊，只念阿弥陀佛。看到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方法好啊。一切人一切事全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方法确实消业障断烦恼比什么都快速。是消业障断烦里头第一好方法。啊，所以业往生业障烦恼差不多都消尽了。所以他有能力啊，这善道大师讲的语言不同啊，遇到殊胜的人叫他生十报土，上辈往生真行啊，不是不行啊。以上讲得通啊，啊，事上我们就不怀疑了。啊，就才有理论支持他，啊，有理论的依据，要愿生净土，啊，齐心立德，这将我们现前。我们如果发愿真的发愿求净土，现在就要齐心立德，啊，得什么？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，观这个。一向转念，这八个字就是齐心立德啊。菩提心就用真心，我不再用妄心。对人对事对物，别人用虚妄心对我，我用真诚心对他啊，决定不吃亏啊！我知道这个人骗我，知道这个人欺负我，啊，我也能接受，欢欢喜喜，若无其事，这个好啊！为什么呢？他的心还继续轮回，我的心要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啊！啊，他起心动念来对我，我一句阿弥陀佛待他，啊，好事阿弥陀佛，坏事呢也是阿弥陀佛，平等啊。啊，为什么平等呢？那都是阿的，好事等于零，坏事也等于零，啊，零跟零上没分别，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何必计较呢？啊，修诸行业，啊，齐心立德了，修诸行业，啊，以最圆满的心待人接物。最圆满的行就是念佛，念给别人看，最圆满的啊，念到我们往生，让他看看往生的样子啊。许多人一生不相信，看到往生的瑞相相信了，
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能骗人的。啊，往生不生病。啊，说走就走了，而且欲知是知。通常一般念佛人多半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晓得他要走了，功夫好的能在三个月前知道，啊，我早年在新加坡90年代的时候，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烈居士，啊，是新加坡有个大企业家，虽然信佛，迷信的佛教是什么真不知道啊！啊，佛跑他。啊，财力雄厚，好几个银行的董事长，啊，应酬多，啊，晚年生病了，这生病了，大夫叫他在家里休养，他不能工作了，啊，每一天躺在床上。就想起来要听经，啊，我们在居士林听听讲经嘛，啊，都有录像，啊，他把我们的录像，那个时候还不是光碟，啊，录像带拉回家去，每一天看八个小时。每一天不间断，除了听经之外，他就念佛，真修行，真用功啊！啊，念念他就告诉林默元居士，他想往生，他真能去得了啊！林默元居士告诉他，不行。你现在不能往生，你要一往生呢，居士林就乱了，人事没有稳定，求他再多住两年，他也答应了。啊，这又过了两年，他家的人告诉我，有一天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，那个八月几号我忘掉了，写了十几个，啊，家人也不敢问的，这什么意思？三个月之后，就是他写的这个这一天，他那天往生，所以知道他说三个月之前，他就把走的那个日子写得很清楚，写了十几个，欲知是知啊。啊，走之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三皈依，啊，他还不能起来，坐在床上，啊，我到他家给他做三皈依，第二天走了，啊，好榜样啊。啊，这是居士林林长啊，是佛门大护法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有个短期佛学班，啊，就是三个月一届。啊，佛学班里面的同学，四个人一班，轮流帮助他助念。
啊，日夜不间断，啊，换班，啊，有一个班换回来，他们回到居士林，如附身的是林长的冤亲债主，说人数很多，有几百人啊，跟到这个四位法师到居士林来啊，告诉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他们进来。他们来干什么呢？告诉我们林长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啊，这决定不是假的，他们想修行。这些冤亲债主看到林长往生很羡慕，想去修行，要听经，要求听经啊。当时我们讲，我们跟你在念佛堂供牌位，你在这边听经啊。他们说念佛堂的光太大了，他们不敢进去啊。以后谈判要求在斋堂，我们吃饭的饭厅，在饭厅里面放这个电视机啊，播放讲经的这个录像带。他同意了，他们要求听地藏经，听十善业道经，我们日夜播放三个月，他们全部往生了。不可思议啊！老林长晚年生病是福报啊，他要不生病就不会听经，没时间听啊，也没时间念佛啊。四年呢，啊，每一天八小时没中断，四年念佛不中断，他成功了。实际上他两年都成功了，后面两年是李牧原居士要求的啊，一定要再等两年，不能够走啊，照顾这个道场啊。那么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佛愿力故呢，即便往生啊，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戒引你往生去了。佛不来戒引呢，你不晓得极乐世界在哪里啊，你找不到啊。啊，一定要佛来戒引。以佛力住持，即如大乘真定句。啊，这真定句也不需要自己去修。得阿弥陀佛威神的保佑，你就保证入真定句。啊，正定句是什么呢？即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。那这不就是阿弥陀佛第二十愿吗？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第十九愿，发菩提心。第二十愿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到
到极乐世界就入真定去了。阿惟越智就是阿毗跋致，阿毗跋致是弥陀经上翻的，无量寿经上翻为阿惟越智，那是一桩事情。你就证三种不退转了，第一种位不退，绝对不会退转在十法界，啊，不再做凡夫了。第二种行不退，啊，普度一切众生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，不会退心，啊，都还能坚持下去。第三种念不退，念念去向沙婆若海，这前面我们都读过啊。沙婆若海，沙婆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种子，就是妙觉如来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智慧。阿惟越智菩萨念念是向着这个目标，这个方向精进不懈，他一定可以证得。又善导大师以愿言解唐仪的经文，解释这个真定句的意思，为此愿呢一句现身不退之秘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啊，这个秘是密宗里头所说的甚深的毅力，意思是什么？你现在就得到了，你自己并不知道啊。只要你一发心，这个东西我们要是理解念力的秘密，就能够豁然大悟，知道密宗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才发心就入真定，可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遇到语言就退了，就变成不定句了。或者遇语言呢，自己不能把持。遇到禅，看到禅不错；遇到密，看到密也很好。啊，都想修，那就变成邪定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都想修，一样都不成就。啊，不成就就叫邪定，成就就叫正定。啊，所以真心真愿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那都叫真定句啊，都在当人自己要能把持的定啊，这才管用啊，把持不定啊，这一生会空过啊，把持定了，这一生一定成就啊，特别是这个方面。三根普被立根全熟，没有一个不能修，没有一个修不成的。
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门不能保证你成就，只有这一门呢，它保证你成就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担保啊！这个机缘太难得了。啊，善导这个意思说得好啊，文中若当生，则指求生之人亦如正定之举，是为不共之说。不共就是这个经上独说的，其他经上没有。这个意思很深，将来在后面第22品呢，再详细说明。我们再看下面第30页，乐如漏尽云，这极乐世界的快乐。啊，什么快乐？快乐到什么程度？我们都会怀疑，都会想知道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漏尽比丘。这是第30页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犹如漏尽比丘，是为乐如漏尽云。下面为我们解释，热闹是烦恼啊，为巨苦所逼，身热心恼，故名热闹。那这个现象有啊，人在气愤的时候，受极大的刺激，这现象就出来了。啊，发怒啊，所以怒火上身呢。啊，你看这脸是红色的。啊，身体都是滚烫的，全身发热。啊，这个发怒啊，全身的能量全爆发出来，像火山爆发一样。啊，真苦啊！能不能解决问题？只是把问题越搞越糟，决定不能解决问题。这错了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，再恶劣的环境，自己受再大的羞辱，不动心的，这是功夫，不发脾气，没有怨恨，啊，依旧保持清凉自在，啊，那他处理问题是智慧。智慧处理一定非常圆满，啊，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，这个永远要记住。啊，像胡小林
做报告的时候说到陶行知校长四块糖的故事，真是智慧啊！看到学生做错事情了，他也没骂他，也没有教训他，完全用德行去感化，让学生自动忏悔啊，自动承认做错事情。啊，校长奖励学生，学生真的回头了，真的改过了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如果校长发一顿脾气教训他惩罚他，怨恨在心严重，那生生世世不会忘掉，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那麻烦可大了啊！那校长有智慧，不骂他，不责备他。他承认有过失，马上奖励他，送一块糖给他吃。啊，短短的十几分钟当中，啊，学生四种表现的态度。啊，四次的奖励，没事情了，让学生回去吧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。这叫教育。现在谁懂得这个教育？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没有不懂得的。厚德载物啊！啊，真正把一个普通人呢，教导成为圣人贤人，这是教育的成功啊！啊，所以打骂责罚，那是失败的教育啊！真正成功的教育是爱的教育。学生做错事情，为什么做错？那就原因找出来。他看到这个学生跟同学打架，手上拿一块砖头，那这还得了吗？这会出人命啊！被他看到了，立刻制止了。啊，告诉这个学生。啊，半个钟点之后到校长室来见他。啊，这个学生离开了。校长要问别人，他们为什么打架？啊，是为对方这个学生欺负一个女同学。他打抱不平啊，这么个原因他知道了，但是也很有义气啊。半小时之后，他回到校长室，看到学生站在外面门口，掏一块糖给他吃，也没骂他。学生感到很惊讶，他说：“这块糖奖励你啊。”我叫你半个小时来，你准时来了，你很守时。
这应当要加秘密啊，然后再说我去调查，知道你这个事情做错了，你还很有义气，打抱不平，这是很好的行为，再上一块打给他听。那、学生就感动了，立刻就承认错误，受感动了。校长又掏一块糖给他，奖励他：“你能够忏悔，你知过能改，这个很难得。这很不容易。”没有责备一句话了，没有任何处罚了。学生感动的给校长说：“以后决定不会再犯这过失。”老师第四块糖给他，勉励他。再问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这是中国爱的教育，神圣的教育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没有一句批评的话。人都有良心的，要把他的良心唤醒，要让他觉悟，要让他自动回头，他真回头了。这个学生，我相信一生永远不忘记老师的教训。这个例子，我相信感动天下许许多多人。校长有智慧，让这个老师做这个学生做出表法给大家看。像演一台剧一样，演一场戏给大家看，多少人救了，功德无量啊！所以在任何逆境里头，你能够沉住气，不发脾气。冲突不会发生。这是化解冲突最好的方法。人佛说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中国古人说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呢。换一句话说，人都是可以教的，没有不能教的。问题你会不会教？如果会教，人人都是好人呐！人性本善，他怎么不是好人呢？本来是好人。现在又遇到好的教育，他当然是好人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
下面引用《法华经》信解品曰：“你三苦故，于生死中受诸忍恼。三苦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有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啊，色界天，它欲断掉了，所以它没有八苦，它有坏苦，有行苦。无色界天。”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层次啊！这些人非常聪明，就像老子所说的，老子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无有大患，未无有甚。”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说出来啊！我有很大的忧患，是什么？我有个身体，那没有身体多好啊！啊，确实，无色界天人呢，就是最聪明的，他没有身体，他不要身体，不要身体就没有坏苦，苦苦坏苦都没有，所以他只有行苦。啊，行苦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办法永远保持这个境界。啊，寿命虽然长，总有到达的一天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三界痛苦啊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啊，三苦苦于生死中受诸热闹，受热闹最严重的，无过于地狱。啊，八寒八热了，那真的是巨苦所逼。啊，身心身热心恼啊，这是讲地狱情形。今极乐国中，无有众苦啊，暂受诸乐，故永无热闹。像三界当中热闹这个事情，在极乐世界没有。那为什么？我们相信人心本善，我们相信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人都是好人呢，没有坏人呢，那他本性是好的，本性本善呢，没有带恶习气啊。问题怎么会变坏了呢？人不能离开社会，不能离开人群，那古人所谓的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意思就是你接近善人，你的善增长，你要接近恶人呢，你慢慢给他学坏了，环境也如是啊。
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教育重要了。不教怎么行呢？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千万年来，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走了许多国家族群。啊，我们看到、体会到的，连外国人都承认，这个地球上最懂得教育的，就是中国的古人。啊，中国古代人最懂得教育。所以世界上四大文明，其他三个都消失掉了，没有了，唯独中国还存在。这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它没有被灭掉？这一桩事情，二战之前，欧洲一些专家学者曾经认真讨论过这问题，结论非常圆满。啊，他们总结出啊，大概是中国古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。这个总结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是澳洲南昆大教务长告诉我的。啊，我还不知道二战之前有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来问我这个结论正不正确。我告诉他非常正确。真的把原因找到了，啊，很难得。但是中国人忽略了家庭教育有两百年了，啊，如果我们现在在不觉悟，还这样疏忽下去，中国这个古代文明呢，会在我们这一代当中消失掉了。啊，这四个古文明呢，都变成历史了。啊，而且中国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。啊，教育的理念是性本善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是爱的教育。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五伦里头第一句。父子有亲，父母跟子女这种亲情，在三四个月表现得最清楚。四个月的婴儿，他不会说话，啊，可是你能看得出来，啊，他在母亲怀抱里，你看他眼睛眼神，你看他动作，他对他母亲的爱，
没人教他，这天性啊！啊，你看母亲对小孩的爱，小孩对母亲的爱，那是出自于天性。你细心去观察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我有一次在日本参加这个联合国的一个会议，啊，当时陪到我的时候有十几位这个日本这边的同修，有一个年轻的妈妈，啊，小车带了四个月的小孩，我走在半路上突然想到，我说大家停下来，让每个人都来看，你看这个小孩，你就看到小孩的动作，看小孩的这个表情，你看他对他妈妈的爱。我说伦理上，伦理上讲的父子有亲，你们在这里可以看清楚看明白。他还没被染污啊。真心亲情的流露啊，你细心去观察啊，就中国古圣先贤啊，倡导教育从哪里开始？就从这里开始，这是教育的原始点呐、啊！啊，教育的目标如何能把这一份真爱永恒保持啊，能保持永远不变，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啊，这个爱呀、啊，如何能发扬光大？啊，从爱父母，能够爱兄弟姐妹，能够爱家族，啊，能够爱邻里乡党，爱社会，爱民族，爱国家，爱人类，逐渐扩大。啊，儒家只讲到人类，凡是人皆是爱，啊，佛法就大了，佛法把这个爱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扩大到啊，一切动物，乃至于树木、花草、山河大地。啊，所以佛法里面这个爱呀，讲到究竟圆满了。啊，所以。极乐世界是个大圆满，啊，爱心遍法界，善意也是遍法界，对，但受诸乐永离人道，清凉清净凉爽。与热闹恰恰相反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热闹，只有清凉。大智度论二十二卷有这么几句话：人大热闹，得入清凉池中啊，冷然静了，清了，无复热闹。啊，人大热闹是三恶道，三恶道太苦了，特别是无间地狱。啊，
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入清凉池中，这个清凉池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啊，能燃清凉，把它的热闹全部化解了。清凉池与涅槃也，涅槃是梵语，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寂灭，清净寂灭。啊，灭是什么呢？灭是灭烦恼，灭业障，啊，一切众生，生生世世所造的善业恶业。啊，肯定是恶业多，善业少。啊，这些都是有道理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，起心动念呢，善念少，为什么？善心所啊，八十五是一个心所，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五十一个心所，善心所十一个，恶心所有二十六个，这就是说啊，这不是本性，习性，生生世世所染污的啊，习性里面呢，这个恶的力量就超过善的力量啊。你看恶二十六啊，善只有十一个，而且恶心所力量大，善心所力量薄弱，敌不过啊。所以人学好不容易，学坏很容易啊，恶心所多嘛，很容易学坏啊，学好很难啊，有道理的啊。这是从你心性所上说，另外呢，从环境上说啊，环境，你如果生长在一个好的环境，圣贤的环境，你不容易退转。如果你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环境啊，你走遍全世界哪个地区都一样，环境不善啊，所以现在十一个善心所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啊，这个二十六个恶心所现在不得了啊，啊，全是他们做主啊，所以社会乱了，地球上灾难多了，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啊！现在人认为是自然灾害，错了，自然是最美好的，是最健康的啊，自然被破坏了，所以灾难就出现了啊。我们要把责任推卸给自然是推不掉的啊。那如何对治呢？多少年来啊，联合国召集这种和平会议，主题就是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从70年代到现在40多年了，
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啊，都是世界上著名的专家学者，找不到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摆在面前，冲突年年上升，频率上升。啊，冲突的程度越来越严重。啊，现在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了。啊，导致地球上处处都是灾难。啊，世界上有聪明人，啊，也是在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就提到过，啊，要化解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他说只有。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可惜只有他一个人说，没有多几个人说。他说的话有道理，不是随便说的。这个人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，他对于中国古文化是个通家了。啊，前年世界上有几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，啊，也正式讨论到怎么样应对2012，就是今年玛雅的灾难预言。啊，美国布莱登提出希望地球上的居民能求悟，能回头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这些灾难可以化解。啊，这是一个研究量子力学家，啊，研究念力的。他说的话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只要我们能够改邪归正，为什么？这佛在经上说的，跟他们现在研究得的结论完全相同。境随心转，那小的来说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的健康随着念头转。心理健康，身体没有一个不健康的。啊，心理健康，身体染上再严重的病症，也很容易恢复正常。心是主宰呀。啊，所以人心要善的话，这个地球上灾难通通都能化解。啊，所有一切灾难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应来的，不是别的原因，被现代科学家肯定了。
啊，所以现代科学家提出一心控物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好啊，跟佛法完全相同啊。啊，用心来控制物质，心善，物质没有不善；心不善，物质全变坏了。啊，很有道理。这个道理，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到现在，最近30年被科学家证明，这好事情。啊，这个涅槃就是清净的意思啊，清净即灭啊，灭是灭烦恼，是消业障，是今往生之人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若于彼土大清凉池中，故借心得清凉。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七宝莲池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成就，这么来的。莲花化身是十方世界的众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所成就的。那众生的心愿跟弥陀的心愿相契合了，这个人就能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。所以心得清凉，好比什么呢？好比漏金比丘啊。漏金比丘是什么意思？下面有解释。漏就是泄露，是烦恼的代名词啊。譬如我们这茶杯，这个器皿，如果底下有个洞，我们盛水全漏掉了啊，就是举这么一个比喻。啊，漏尽了，这里头装的不是好东西，是烦恼，是毒药，哎，通通漏尽。烦恼现行，实行连住，流散不绝，故名为漏。漏实在是中国古时候计时的一种工具啊，古代没有钟表，用什么呢？就是用漏。这里面装的水一滴一滴的慢慢滴下去，上面刻的这个印子晓得多少时间了。啊，那么烦恼确实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在佛法叫五毒啊。人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，身体就会感染五脏六腑的病痛，它有对应的，
这中医之道啊！啊，这些烦恼跟我们居住环境的对应，那就是灾难。啊，《大乘经》上佛说的，贪婪，无止境的贪婪，会感应水灾，海水上升，江河泛滥，啊，海啸，它从贪啊，海啸还加上嗔，贪跟嗔合起来，海底火山爆发，引起海啸，这贪跟嗔恚合起来，就造成这个灾难。啊，嗔恚是火灾，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啊，跟发脾气有关系。啊，愚痴所感的是风灾，我们看到。啊，最近这一年来，美国的龙卷风真吓人呢。以前有没有这么多啊？一年有个一两次就不得了了，现在一年居然有几百次啊！飓风、愚痴、傲慢所感的是地震，怀疑更麻烦。现在这个疑心可不得了了，自己没有信心，他对自己怀疑，啊，对父母怀疑，对兄弟怀疑，啊，在社会工作，员工对老板怀疑，老板怀疑员工，对祖宗怀疑，对圣教怀疑。啊，对佛菩萨怀疑，没有一样不怀疑的。怀疑所感到的呢，是山崩地陷。啊，高山会倒下来，大地会沉下去。所以，贪嗔痴慢疑，五毒烦恼啊，带给我们是病痛啊，给居住环境的灾难。啊，端正心念，把这个东西断掉啊！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慢，不怀疑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谁相信呢？现代量子力学家相信，因为他们知道物质从哪来的，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佛陀在3000年前啊，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，3000年前，他在《法相经典》里面告诉我们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那是说明什么？说明宇宙的缘起。生命的缘起啊，我从哪里来的，这讲得清楚啊，讲得很明白啊。物质现象从哪？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，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精神是阿赖耶的见分啊。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，啊，就是阿赖耶的自证分，啊，自证分是本体，正自证分呢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
啊，这能量就从这来的。啊，有能量产生见分，有见分再产生相分，所以确确实实，这个见分就是念头，念头是物质的基础。那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这物质不是真的，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，这道理在此地。那我们有好的念头，就有健康的身体，身心健康。那我们身心健康，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就不遭灾难。啊，现在就是灾难已经在眼前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佛说了，科学家说过了，现在科学家跟佛是同样的话啊，这个烦恼现行，始行留住。流散不绝，这个就是阿赖耶的现象。又眼等六门，日夜留住烦恼，故名为漏。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乃至意知法。啊，通通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生烦恼都叫做漏。生智慧就叫无漏。烦恼漏尽了，就变成无漏了。以甚至者断尽此烦恼，称为漏尽。啊，解决问题要智慧，不是知识。这是眼前一桩非常艰难的工作，我们参与很多国际会议，啊，见过这些专家学者，那些人是好人，心地善良，找不到方法。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现在社会重视知识，不知道智慧。啊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知识是有局限性的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不一样啊，智慧没有局限的，没有后遗症的，智慧是从自信里头生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从外面学来的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所以东方的这个学术重视戒定慧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你开智慧，你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知识不行。那么今天用知识，所以这几十年来，这些专家学者在知识里头找不到化解冲突的东西。找不到促进社会和谐的
方法。啊，当然更没有办法来化解地球上的灾难。这灾难是科学技术造成的，今天科学技术无法弥补这灾难。这个东西要靠智慧啊！所以现在新兴的这些科学家，他们真的带给人类光明的希望。啊，甚至断尽这些烦恼，成为漏尽。六神通里面，前五通是有漏通，前五是眼耳鼻舌身，啊，是有漏通。最后，六通最后是无漏的。啊，漏尽通，为漏尽通的，为无漏通啊，阿罗汉证得的。啊，证得漏尽通，这个人就是阿罗汉。烦恼断尽之必求啊，这个烦恼是见思烦恼。烦恼三大类。第一类他断尽了。啊，还有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啊，那还没断呢。啊，尘沙无明断了，这就叫成佛。永远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阿罗汉是脱离六道了。没有脱离十法界。啊，见思烦恼、无明烦恼断了，这才能出十法界。啊，真正得到啊，解脱了。所以，烦恼断尽的比丘，称为漏尽比丘，就是阿罗汉。法藏菩萨。愿彼国众生受乐无极，且于所受快乐，心无染着，如阿罗汉断尽诸漏，于诸是法不执不住，故云犹如漏尽比丘，以欲受乐而无乐想。用意在此地啊，到这里才真给我们说出来了。这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的啊，受乐什么？随缘受，顺境乐啊，逆境苦啊。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都能受。顺境里面呢，受顺境没有贪念的心啊，决定没有贪念。啊，逆境恶缘呢？决定没有怨恨，这个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在所有境界当中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不为外境所动，这叫漏尽比丘。
莲寿大师所说的随缘妙用啊，他能真解决问题啊。现在联合国就查这个路径比丘，他们讨论问题很冲动啊，是我们一般讲活跃气氛很浓啊，这不能解决问题。看法想法不对的时候就吵架了。这在很多会议里都司空见惯了。不能学得像佛菩萨一样。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如如不动。那问题呢？一笑了之，问题全解决了。所以除任何环境都欢喜。都感恩了。你已经在那里考验，你还有没有贪念的心？贪念心断掉了，感恩，顺境断我们的贪爱贪念，逆境呢断我们的嗔恚。我们贪爱的心没有了，嗔恚的心没有了，要靠境界去锻炼了。没有境界，你怎么知道断了？所以六道不是坏地方啊。三善道是消福报的。你修那么多福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祸福。所以你要回归到自信清净心，你的福报要消掉。到哪里消？到天上人间的消福报。你造的恶业呢，我要到三恶道，到地狱魔鬼畜生，把恶业消掉。通通消掉之后才成为漏尽比丘。所以善恶两边都要离开，祸福两边也离开，那才叫极乐世界。极乐不是相对的。相对的不是真路。佛法当中常说两边不离，善恶两边，祸福两边，两边都不落，中道不存。这个境界才是佛的境界。有中道，全教菩萨不究竟，不彻底。中道也没有啊。佛家教初学，学三轮体空。那是初学。那不是究竟，那是手段，是方法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大般涅槃，目的是回归自性。一定是所受，无论是受苦受乐，心无染着，这就对了。心里面有染着，不干净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